来看有一只碧流的货船，长伫高雄港的外海，船进水哦，搭载船顶19个船员拢有被救起来。这只船哦，伫今仔透早已经有一半沉伫水里了，有1300外个货柜哦，拢浮伫海面上，嘛影响着船只航行的安全。高雄港务公司是赶紧来动员拖船甲工作船来协助。因为这只船哦，顶头够油，烦恼讲会漏油，买紧伫四口位啊来设防护，避免漏油造成污染。